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 What would you like Part B 部分的内容。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有一幅图啊， Today's menu， menu 是今日菜单啊，他们正在看一个菜单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前讨论什么。 Sara 说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Favorite 最喜欢的啊，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张鹏说 Noodles， 面条啊。I love beef noodles， 我喜欢牛肉面， beef 是牛肉啊。 They are delicious， 它们非常好吃。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Sara 说 fish， 鱼。张鹏说 Well， let's see， 让我们看一看吧。 We have beef noodles and fish sandwich today， 让我们看一看吧。我们今天有什么呀？牛肉面 and fish 和鱼三明治，对吧？鱼三明治啊，今天。然后 Star 说 ，Great， Great， 他们有什么？牛肉面和这个 fish sandwich 是吧？他们今天的午餐有张鹏最喜欢的 beef noodles 和 Sara 最喜欢的 fish 是吧？只不过是鱼三明治。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Noodles， 面条。 I love beef noodles， 我喜欢牛肉面。 They are delicious， 它们非常好吃。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 Fish， 鱼。 Well， let's see， 好啊，让我们看一看。We have beef noodles and fish sandwich today. 哦，我们今天有牛肉面和鱼三明治啊。Sara 说 ,Great! 太好了，太好了。那么在这段对话中有哪些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Favorite， 老师在这里圈起来了。Favorite 它什么意思呢？是最喜欢的，特别受喜爱的，不只是形容词，它也可以是名词，代表你最喜欢的某件东西。比如说 one of my favorites， 我的最爱之一。 favorite 它做名词的话叫做最爱。一般来说啊， favorite 它已经表达了最喜欢的意思，所以不用再用比较级修饰了。这里的 favorites 是众多的喜爱，知道吧？众多的喜爱， one of my favorites 是众多喜爱之一， one of 是什么什么之一。好，如果你要说这本书是所有书中你最喜欢的，那么这时不能用复数形式。比如说啊， this book is my favorite， this book，因为书是单数是吧，我最喜欢的书。 This book is my favorite， 啊，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它，和其他书相比它就这一本是我最喜欢的啊。 This book is one of my favorites， This book is one of my favorites。 那这时为什么就能用复数了？因为他说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里边的之一，我最喜欢的不止这一本啊，这一本只是我最喜欢的之一，所以这里有 favorites 啊，还有很多的，它只是其中之一啊，明白了吧？接下来看 noodles 是啥？面条它是可数的啊，同学们，可数的，所以我们 I like noodles 在用的时候通常加复数，它是可数名词，通常以复数形式出现。好的，这一句 They are delicious。Delicious 是什么呀？是美味的啊，好吃的，美味的 ，delicious。它们很好吃，delicious 美味的，可口的。不要说某一个东西 very delicious， 因为它 delicious 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形容词，它本身就是非常强烈的形容词了，所以不需要再加其他程度副词，本身就有非常绝对的意思啊。而且 delicious 它也不能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中。怎么说呢？ They aren't delicious， 它们并不美味，可以这样说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用于否定句中。那我们说某个东西不好吃，我们应该说什么呀？ They are not good， they are not good， 它们并不是很好，但是不能用 They are not delicious， 记住了吗？好，让我们来看这幅图。
我们来看这幅图啊。哦，他们在干 fresh， fresh 是啥？新鲜的啊，新鲜的 fresh fruit， 新鲜的水果。这个呢 healthy， 健康的 delicious， 美味的。刚才讲了啊 ，hot， 热的，烫的啊 ，sweet， 甜的，甜的。这女孩说什么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Ice cream is sweet. Ice cream, 大家都喜欢吃吧 ？Ice cream 是冰淇淋。Ice cream is sweet. 哦，冰淇淋，我最喜欢的是冰淇淋，为什么？因为 is sweet. Sweet 是甜啊，冰淇淋非常的甜。好了，让我们来做一组练习啊。首先来看这篇小短文 ，Dear Robin 啊 ，Dear Robin 啊，亲爱的 Robin， My favorite food is ice cream. 啊，我最喜欢的食物是冰淇淋。It's sweet. 它很甜。I don't like beef. 我不喜欢牛肉。But chicken is okay. 但是如果是鸡肉的话是可以的。Onions are my favorite vegetables. 洋葱是我最喜欢的。I like salad very much. 我非常喜欢沙拉。谢谢。啊，这是他介绍了他自己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是吧？好的，继续，我们来看这个啊。这里说 ，Dear Robin， 啊，亲爱的 Robin，My favorite food is chicken。我最喜欢的是鸡肉。It is delicious。它非常的美味。I like vegetables， but not carrot。我喜欢蔬菜，但是 but 啊，但是不喜欢胡萝卜。Thanks。他这是 grandpa 说的啊，这个是一凡说的。一凡说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吃 ice cream， 不喜欢牛肉，但是鸡肉可以。洋葱是他的最爱，洋葱是他最爱的蔬菜，特别喜欢沙拉。爷爷呢？爷爷喜欢鸡肉啊，还喜欢蔬菜，但是不喜欢胡萝卜，是吧？好的，让我们看一下啊，让我们看一下他们说完自己的喜好之后，看这个 Robin 给他们上来什么菜了，上来什么菜了 ？Here you are， 来给你们吧 ，Chicken and ice cream， 哦，鸡肉冰淇淋是吧？鸡肉冰淇淋，因为他们两个都可以吃烧鸡。但是这个一凡最喜欢吃的是冰淇淋，所以他给他们端上来了 ice cream， chicken and ice cream， chicken ice cream 是吧？啊，鸡肉冰淇淋。哦，这个一凡说 ，Oh no， 不啊，想一想，鸡肉和冰淇淋掺起来会是什么味儿啊？对吧？好的，让我们来做一组练习题，练习一下啊，选择正确的答句。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一题说了些什么。What do you have for breakfast today? What do you have for breakfast? For breakfast today, 你今天早餐吃了点啥？啊，我们看他在问早餐是吧？在回答句中找早餐，谁有早餐？啊 ，C 有早餐，怎么说的 ？I have pork and cabbage for breakfast. Pork 是啥？猪肉。我早上吃的猪肉和 cabbage。Cabbage 是啥 ？Cabbage。卷心菜，嗯，我早上吃了猪肉和卷心菜，所以选 C。第二个问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你午餐吃了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那他的回答句是 I'd like， 或者直接说名词都是可以的啊。让我们来找一下，嗯，看 D 选项 ，I'd like some fish and noodles。你午餐想吃点啥呀 ？I'd like some fish and noodles。我想吃点鱼和面条，所以选 D。好，第三题。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你最喜欢的食物？哦，应该说 What's your favorite? 回答句就是 My favorite. 人家问你最喜欢什么，我肯定要回答我最喜欢什么什么，对吧？ A 是什么？ My favorite food is fish. 啊，我最喜欢吃的是鱼 fish. 啊，最后一个 Do you have any noodles?你有面条吗？你有一些面条吗？然后 ，No， 没，不，我们没有。We have， 我们有什么呀 ？We have cabbage and mutton， 我们有卷心菜和羊肉。好的，看接下来这个啊，用所给单词的适当形式填空。首先 ，watermelon， 咱们刚才说的是
西瓜哈，西瓜，西瓜。Watermelon is 我最喜欢的，我的最喜欢的水果是西瓜，西瓜是我最喜欢的水果。这里的我应该用什么？应该用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my favorite fruit。第二个 ，I don't like， 我不喜欢什么？不喜欢 orange， they are sour， 我不喜欢橘子，用它的复数形式哈，我不喜欢橘子，我不喜欢橘子，不喜欢吃橘子啊。The hamburgers， 它指的是什么呀？汉堡这类东西啊，汉堡这类东西 ，the hamburger， 所以后边要用谓语，要用单数。Is nice hamburger is nice， 这个汉堡非常的好吃。Is my favorite， 是我最喜欢的。这么好吃，是我最喜欢的。好，第四个 ，opens the noodles are too， 这个面条 too 非常怎么健康？应该用 healthy， 是非常健康的，是吧？啊，面条是非常健康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首先，单词部分，第一个 noodles， 面条 ，delicious， 美味的 ，beef， 牛肉 ，fish， 鱼 ，fresh， 新鲜的 ，hot 是啥呀？热。Oh, the weather is so hot, right? Hot. Sweet. 甜，甜。Chicken. 鸡肉。Onion. 洋葱。那在句子部分呢，我们学习了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They are delicious. 它们非常好吃。Delicious, 美味，好吃啊。它非常好吃，非常美味。We have beef noodles, 牛肉面 and fish sandwich, 和鱼肉三明治 today. We have beef noodles and fish sandwich today. 我们今天有牛肉面条和鱼肉三明治。I don't like beef, 我不喜欢牛肉。But chicken is okay, 但是鸡肉是可以的。我不喜欢吃牛肉，但是鸡肉是可以的。来看最后一个 ，I like vegetables, but not carrots. 我喜欢蔬菜，但是我不喜欢 carrots. Carrots 是胡萝卜。好了，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